Hello，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看过我捏的角色，现在开始前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就一般般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攻略金杯吧。今天是要攻略第三个金杯的第一层，第一层开始啊。我深度一开始的话就先用镰刀啊。到后期我可能不会再用镰刀了，因为目前还没有素材给他升上去，所以攻击力偏低啊，圣剑是他的2倍吧，攻击力啊。点完灯之后，一开始先清门口，哎，果然有一只怪躲在那，我该按错，应该用那一招的，很少，而且镰刀有点慢，虽然看起来很长，镰刀很长，但是攻击距离很短。变形之后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距离变比较长，而且变形之后会变得比较慢一点。它原本就不是很快，而且呢，因为现在还只是加六的关系，然后我主要不是点秘法，所以没办法给怪一级就致命的伤害。会造成这种非常严重的后遗症。圣剑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，目前呢，到后面的话怪都可能是不打的，因为是有人想看镰刀跟那个武士刀嘛。之前武士刀有玩过，现在是玩镰刀。武士刀是蛮想练的，只不过血值我点的不是那么高，而且它变形是用血值的，变形之后会扣血，慢慢扣血的。用得好的话就非常好，用得不好反而会拖累战局啊，类似双面刃的东西啊。它白刃是吃技术，有怪来了。变形之后呢，也是要吃技术的，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自己害死了。好了，这一层清完，里面还有怪物啊，这边好多怪啊。你好，啊，躺着舒服，对，那就乖乖躺。我的脚步声有这么奇怪吗？为什么才就叫叫叫叫？哎，果然还有另一只脚步声嘛。请问，我在想说，我穿着铠甲的鞋怎么会有踩下去水水的声音水水漏漏的声音，果然有一只跟在我后面呢。我刚才进去的时候，明明就没看到那一只啊！他们都超会躲的，所以有时候我拉拉杆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后面，经过哪里都要到处看一下，太危险了。一开始呢，我觉得这游戏里面的双刀非常的帅，但是呢，那只有乌鸦女用起来很帅，我用起来跟屁没两样啊！不知道什么，因为双刀呢真的是帅，但是它一对一还算可以，因为后期的玩家根本就是血硬的跟什么鬼一样。你双刀如果没有连续砍中的话，要不然就是中途没体力，你就可能会 GG 了。双刀呢，就是移动速度、攻速是最快的。因为这边有点暗，我点一下灯，我刚才都有点看不到。但是呢，双刀如果遇到这种一堆怪的话，就很不利啊，因为没办法把马上解决掉一只啊。不一定啊，看看个人技术啦。我是没办法，所以双刀只有对我来说只有帅，但是实际上不太敢用啊。哎。你竟然没死，怪变硬嘞！哇，之前是2下吗？还是我错觉？感觉这一次扣他血扣比较少布袋哥应该一级就杀掉了，还是2级啊？就算2级的也没有剩那么多血吧？印象中，真是不干脆的印象啊！我随时都要满血，要不然我会有种危机意识啊。
还好，转角没有关，那边门是关的，那我就要先从这边下去。啊，挥空，两下挥空，哦，有个宝箱。镰刀的话，距离要抓得很准呢。小的宝箱，这个东西我已经常拿了。我想要新武器啊，怪兽爪啊，给我吧，或者是新的血宝石，就差那两个奖杯，金杯，就剩下苏鲁梅女王，苏梅鲁女王。嗯，这边来过了。哦，原来刚下面有路可以上去啊，还有这一种的，那我刚才绕半天啊，我看到这一种都不习惯，想要把它打掉。它那种起雾的地方感觉就不舒服，感觉会躲怪啊。血缘诅咒呢，也是有恐怖的地方啊，我玩起来我会觉得很可怕。我记得还有个地方没去过啊，这边的宝箱开了，还有另一边那个门还没开。好，那就来开吧。哇哇哇，一堆怪，还有那只肥肥，这只肥肥我觉得是最恐怖的怪。哇，它攻速都好快啊！哇哇哇哇哇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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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Please! Gentlemen, gentlemen, 咚咚咚，OK，乖乖啊，我来帮你马杀鸡，这先补个血，你看他们多有效率啊！我躲在这个转角，他都知道，就是硬要来砍我这条命，疯了，小怪都疯了，一开始没有气势就输了。上，这次要有气势的过去，好孬的走法！你给我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打败你！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不一样，有气势就是不一样啊！你只是个胖子，别想乱来。我觉得胖子拿实锤比较恐怖，拿枪的还好，拿枪的还可以慢慢打他。实锤都不会啊，我觉得实锤的胖子攻速很快，我还没抓到那个距离感，等我抓到那个实锤胖子就完蛋了。哎呦，没扣血啊！我想到这个地方会扣血。再就是打 boss，每次拉拉杆都要遇到那个胖子，真的不爽，而且都是拿实锤的。这边没有门，好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哦，先换一下道具。Alright，准备揭开谜底了。哎呀，是魔羊！你好啊，魔羊先生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！手好长，手好长。呀，凶凶的！赶快吐你的火球啊！哎，不能穿墙，竟然还有这一招！哇，还会躲！看谁比较会跳！嘿嘿嘿嘿！爽爽的，空中结束了他。你忘记这疼痛感了吗？哈 ，Kimoji。好了，给了魔羊舒服的感觉之后，我们到第二层去逛逛吧。再会是什么凶神恶煞等着我们呢？我已经不敢想象了。哎。
原来是第二层有隐藏门啊！这种隐藏门都要开啊，里面都会放宝物，几乎都会有一个。吓到，我想说那边会躲怪物啊，是要随时注意回头，回头非常重要。前面有一道门，没有脚步声，后面没来人，好，准备开门。有蝎子，感觉它很毒啊。希望你的毒不要让我一击杀掉。哎呀，镰刀好痒啊！镰刀打蝎子根本就在瘙痒，要挥两下。然后刚才看到楼上有怪物，换一下，血血的感觉不太舒服，换干净一点啊。好了，干净多了。哪边有？哎呦，什么声音？这游戏不要戴耳机比较好。如果你们想体验那种比较特别的感觉，可以戴耳机看看。有些场景真的是背景音效做得很恶心啊，真的有点恐怖游戏的 feel 啊，它的音效啊。这游戏是不太会怕那个死亡啦，只不过不太怕 game over， 只是比较怕那个背景音效，它背景音效真的很恐怖啊！我玩这个游戏都不戴耳机的，都直接从电视播出来。哦哦哦！好凶的蝎子！哦，没死哎，这怪变硬了。哇，原来它还会这样！等等等等，你忘记巨剑的厉害？哎，两下都回空，搞什么？搞毛啊！还是要躺下的嘛。这洞穴好狭窄啊，金杯每个地方几乎都很狭窄。哎，有声音，有恶心的声音。哎呦，有怪。挥刀的声音，是我错觉吗？我明明就有听到啊，超会躲的。里面，哇 no！ 我果然有听到啊，感觉后面也有怪物啊，没有啊？到底是哪边的声音？里面啊，哦，里面，有一只布袋哥，先解决它，酸酸酸酸。老大就干掉了，再就是小里面的小兵。丢毒刀嘛，有宝箱，有宝箱附近的没怪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有声音。哦，有，那货车哦，原来是这个用途。哎呀，还是被挥到。那个货车原来是后面要躲怪物的。记住这一点，下次不要再被赢。什么一坨苦的声音啊？叮叮叮叮叮！什么声音啊？明明附近都没看到什么怪啊！算了啦，给你敲一下啦，真的是机车，一定要这么近距离丢毒刀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爬楼梯上去是吧？这附近没有怪物了。我想说这个火把碰到会着火，结果没有。这个果然要上去拉拉杆吧，这样才可以把那个桥放下去。好，门的对面感觉都躲很多只怪了，把这个拉下去，桥就放下去了。果然先准备好，里面感觉躲很多怪啊！哎，有一只狗，你好，我不止一只狗，哇，好多只啊！挥反了，啊，有巨大胖子，还拿石锤啊！够了，这个胖子，哎，狗毛啊，主角，你竟然挥空，哎，就躲，要狙击了，哇，还摔伤，胖子不要下来啊！哎呀，
胖子，你很懂吗？你知道你下来你就摔死了，你的重力加速度吗？还挺有智商的、啊。我怕他会跳下来直接重力加速度把我压死。哎、欸，胖子躲哪里啊？不在左边吗？在右边，我看到你了。走路速度还真快啊，马上就回去了。告诉你，有气势就是不一样啦，啊、有气势啦。嘎，这胖子都不穿内裤的，有个脏。难怪衣服都黄黄的，太恐怖了。都不洗澡。还有没有装死的、啊？结果进来就拿一个宝物，还要打这些有的没有的胖子，够了。好，那我们下去吧。经常对面的桥都已经放下来了，这场景还是第一次看到、啊。要过桥，哦，哇，这家伙进化了，第二发的火焰弹。火焰榴弹这样丢这么快啊？火焰瓶这样丢那么快？它通常都是有一个间隔的，哇，丢第二次丢那么快，手速太快不是太好的事情啊！你不能当最快的男人，懂吗？好了，我刚才这样被一只小骷髅给阴了。不会吧？我上来什么东西没有吗？都没有，真的都没有哎呀！感觉这个楼梯上去都是有门的、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啊，都没有，非常好。那我上来这边干嘛？这第三层是干嘛？感觉有东西啊。我都换那个可以看透一切的东西，竟然不给我啊！太错愕了，有种被诈欺的感觉。那个东西好难找啊！我看来我只好爬文去看一看那个地方。我记得好像不是这个金杯，好像是衰落的什么的才会有那种门吧？因为那个我记得那个隐藏门进去会有怪兽爪，怪兽爪好想玩呢、哦！听说比双刀的攻击力高一点，高很多吧？不知道，没玩过。好啦，去开门吧。Open the door， 芝麻开门。哎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啊。再来就是，哇，好多只哦。第一只 ，First Kill，Double Kill。来来来来来，一对一，小只的一对一，我是不会输的。应该还有一只啊，没了吗？不是四个角，一个角各放一只吗？只有三只哦。也对嘛，这是一开始而已，想太多。哎呀，脚步声我怎么听得这么明显呢、啊？哦，胖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拿枪我不会怕你的啊，因为你都打不到，也不一定啊。主角还是有稍微一点优势的。小只的人形兵，一只一只来，我就不太会怕。如果他们全部一起过来，那就很可怕了，因为那个只要没有挥死，全部加下去的伤害，就可能是我一条血啊。好啦，那这边可能是要回去的路捷径吧，那这边应该才是正确的。下面没有躲怪吗？真的假的？有种空城计的感觉。真假的都没怪，下面都没有，难道又是上面一拖拉苦等着我？我先制造点音效，他们都不下来，好吧？那只好我上去了。啊，欧巴奖，中了大奖，三只大怪，
还好都没有被命中。我记得那个婆婆拿火焰打到人就超痛了，还好我已经先把她毙掉了。因为那婆婆放火焰的速度超快，而且又打超痛。然后我这边没走过吗？哪边没走过啊？哇，不现场啊？这边吗？一直有喘气声呢，这到底谁啊？瑟瑟的，感觉是布袋哥在楼下。啊，不是布袋哥，是个胖子，而且还是拿个石锤的。告诉你，我有气势就是不一样啊！有气势啊！就对，手要再长点，你的不够长，守不住那个杆子，懂吗？讲话怪怪的，好啊。拉贡哈，我开启了新的门，真的有个麻烦啊！每次开门都要这样，你懂不懂破关者的心酸呢？制作人，太恶意了，只不过他没有像主线那么血尿了，每一关每一关都不是太长，怪也不是说特别多，只是狭窄的问题不好躲，金杯都很狭窄，他的关每个地方都很狭窄，只有偶尔会有几个大的场地，但是那几个大场地怪都更多，这边有雾，要注意有炮击啊。哎、欸，布袋哥，不用镰刀跟你玩，来哟！哎、欸，没有人一开始是吸人啊，犯规，不能用一开始用魔法、啊。哎、欸，回空，玩魔胎，哎、欸，命中，你太弱了、啊，按错，哦哦，攻击好快，哎哎哎哎，你怎么没死？哎、欸，回空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哦哦哦！哇哇哇！对的，玩过头了，要死啊！玩过头，不跟你闹，我用圣剑就是不一样了。玩过头了，差点被他拔死。我感觉呢，我刚才差点就死掉了，而且。我刚才突然会分心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我突然看到荧幕上显示我的手把要没电了。你知道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吗？差点被手把吓尿了。那这边都没有东西吗？真假的？这边就放几具尸体让我捡捡破东西。就没了，非常好。我被骗了，那里面只是放一只强的布袋哥。那接下来就没事干了，只好去打王了。第二层的王长什么样子？希望不要再一只诸神的看门狗，不要再那一只了，那一只我已经看到好几次了，来点别的。我是听说这一层的 BOSS 打完会有新的装备可以买，就是衣服啊。其实衣服只是耍帅用的，没有变比较强啊。只有初期的装根本就是破，后期的话就稍微好一点了。哎，不一样嘞！哇，古王的看守者，不是看门狗了。哎，你好，好帅啊！大家攻击，为什么你？附魔可以喷出去他的那个属性啊，嘎，这么帅，欸嘿，哇哇哇，一直被痛打，哦哦哦哦，好痛好痛，我发觉王的攻击力都变高了，这真的有点痛啊，已经开始跟主线的攻击力有点接近了，欸等等，我被卡点了。他拿武士刀，武士刀果然就不一样。等等等等，要 GG 了。啊 ！No No No No！ 还好还好，他发神经没砍到。安全战术，安全战术，很会闪是不是？神闪位是不是？来，
挑战看看我的神枪法，爽爽的。结果被卑鄙的猎人给枪杀了。看守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那就不要用枪了。我刚才差点被他狙击掉了，有点惊吓到，现在还有点受惊中。接下来第三层的网我觉得不好打了，要认真打。他们伤害都变高了，这边有新的隐藏门，之后再来打吧。 Open the door。 好了，先到这里，我先回家一趟休息，换一下装备，休息吧，大家拜拜了。